我们马上就要去伊朗啦。没想到我们重启出境游的第一站会去到这个国家。当我告诉朋友我要去伊朗，他们都惊呆了，问我不怕危险吗？那里很乱。但当我踏上伊朗的土地，才发现这居然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次旅行。我们现在在乌鲁木齐等待去返飞机。我们这次买的是南航，因为现在从国内的话，想坐国内航班基本上只有南航乌鲁木齐转机的这一班，或者就是我们从北京其实有马汉航空，就是伊朗自己的航空公司。由于伊朗这些年无法采购新的飞机，所以目前使用的机型都比较老旧，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买了乌鲁木齐经停，顺便还可以在市区转转。好多的冰箱贴，都是5块钱一个。糖包子好吃，羊肉串好吃，羊腿手抓饭太好吃，吃饱饱去机场。登机啦！伊朗，我们来了。刚才出舱门的时候，顾姐就提醒说，一定要把头巾带起来。我们现在已经进伊朗了，非常的丝滑。过海关的时候，卫生也签，然后会在护照上面盖章，很快排队有通道，就直接出来了。想在有行李，3年没有出国，感觉这个技能都生疏了很多。到的第一晚居然停电了。